实我们现在也不太清楚前方他现在查到的资料是什么，那我们希望勿往勿纵。那我想有时候知人知面不知心，在我跟他认识以来呢，那他是一个就是国军的将领，那我们都是在这种黄复兴的参会上面所认识的，那从来就没有跟我提过什么钱啊、交易啊、请托啊，所以我相信认识朱亚虎的人很多，那他到底是有他到底所谓行贿的对象是谁，目前也完全看不出来，所以有些人去误以为说我帮谁谁谁加油，从来没有这样子的事情，我没有帮他加过油，但至少我认识这一位先生以来，他从未向我有任何的请托，或者是从未向我谈到任何有关钱的事情，即便是在选举期间也都没有，那我也不曾收受过任何相关的政治现金，所以我就会觉得很奇怪啊，那怎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，所以他到底是在省时间行贿，行贿给谁，我相信剪掉在这个部分应该要做得更清楚的说明。你们怎么都拿手机啊？刚好玉珍委员在那边。难怪难怪，那我走那儿好了。那就再讲一次了。不用，你们已经摄影机都在那了。